现在是晚上7:20多，我要给我老公打一个电话，问问他什么时候回来。没了啊。啊，老公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啊，我这刚忙完，吃点就回去。我等会给你打包带点吧，你去香。不吃了，我今天有点感冒，你赶紧回来吧。你今天给我抹身体乳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呢。OK， 遵命，很快就回来。快点回来。好，波波。最近降温了，感觉一下子把空气中全部的水分都给抽空了，外加我现在怀孕激素的影响嘛，我感觉身上特别容易干燥和泛红，一不小心就变成了东非大裂谷。所以我现在一洗完澡啊，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抹身体乳，不然的话就会特别的难受。我现在先把容易涂抹到的地方给涂上，剩下的小肚小腿啊留给我老公。孕期备这瓶成分温和又带有保湿作用的身体乳，用着也不会担心。像我用的这瓶袋鼠妈妈的树莓身体乳，他们家专注做母婴产品已经10年了，很专业，而且没有任何孕妇慎用的成分，它还通过了这个敏感肌的测试，也就是什么敏敏肌啊、孕期啊，或者是普通肤质都是可以用的。外加它还是瓶精华身体乳，满瓶的精华成分把用在脸上的这些好东西都给用上了，相当于给身体做了个 SPA。 除了可以实打实的做到长效的保湿，还可以修补肌肤，这都是有第三方权威报告证明的，就是可以把我们干燥脱屑的这个皮肤修补到位，肤感真的很惊艳。抹完我就想到4个字：润而不腻，酸奶的质地不会粘衣服被子，皮肤丝滑又水嫩。而且这个树莓身体乳不仅好用还好看，完全就是没有想到啊，母婴产品都可以做得这么精致。老公，快来洗洗手，来给我抹身体乳了。我这天天给你抹身体乳，这手都变嫩了。看吧，你美的，把肚子上抹抹点。遵命了。哎，这一大瓶能从孕期用到产后，难得有这么温和不刺激还好看好用的身体乳。哎，待会儿你洗完澡你也可以涂一点，不然腿上起那个白屑可糙了。好的，谢谢老舅。上给你顶顶。哎，你知道评论区好多小伙伴夸你声音好听，谁让我是午夜情话的当家主持呢？你是午夜凶铃的当家主持。哎，你说咱们要不要考虑给他出一期什么视频的选题，你说怎么样？